哥哥是必须要尊重的，尊重哥哥等于尊重我们父母一样。还有也都是要时刻要记住，先有一国后有两制，系啦。咁好开心今日嚟到咧，可以庆祝国歌法成立，同埋睇升旗礼。咁咧，我想话俾大家听咧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哋咧香港虽然话一国两制，一个系非常之重要嘅，所以大家要支持。